我们现在都要去扣押物品保管室，扣押物品保管室，到走这边会快点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他这个人是不是没智商啊？走这边，走这边。这里都要慢慢走。我记得这里有一只甜甜。对对对，这里有一只甜甜，就走，慢慢走。诶，还好，他没跟过来。把这个安上去吧。我看一下是203，然后103、102啊，103，然后是哦，对，这里是一把匕首，然后203，好的，这个比较好用一点，是一个包包，把这个嘛。包包，哎，最主要是这个了，匕首，匕首也是个好东西啊。然后的话好像没其他的了，是没有其他的了。啊，这里没东西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跟过来了吗？等一下，他在这边。哎，他这个不是瞎的，另外一只才是瞎的。还有他，还有那，还好那只舔狮子没有发现我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很怕自己，等一下给他打一拳就要残废了。啊，我要回到这个地方，好尴尬。我得慢慢走，不然的话又被发现了。这里怎么过去啊？尴尬了，这里被封了。嗯，往这边走吧。进去先。哎，这个开不了。开不了。答案是在另外一边，这钥匙开不了。你看 CAP 啊，另外一个密码。这些密码都是可以知道的啊，还好他没中，还好他没中，还好这里没有僵尸，不然的话我最后一下可能要死了，因为已经危到底了，我现在是危险的状态。答案是答案是答案是对。答案是，哎，开门。答案是，哦，我进来了，就这里，快点，速度速度速度，就这里啊，对，就这个工具，就这个工具啊，弄那个千斤顶的，啊，对，被发出，哎，手榴弹，等一下，手榴弹，啊，没位置啊，尴尬了，这个弹药要不要？手榴弹肯定要拿，这不要了吧？匕首都要两把还是？啊，没办法，我没带太多。他不会在外面吧？他不会跟过来吧？快点走，快点走！此地不宜久留啊！那家伙等一下又冒出来。好，这里安全了，有灯光的地方就安全很多。现在都要去弄那个千斤顶啊，千斤顶都要在二楼。我这个游戏玩了那么久还没通关这个警察局，这里后面都不知道还有多少剧情，我天啊，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很久了。这游戏真的是前面这里都这么耐玩，后面那里不是更耐玩？等一下，这里对千斤顶啊，把这个装上去吧。对，有声音啊，那个暴君要过来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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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那个暴君没过来吗？可恶，那个暴君应该过来的，他居然没过来。过来了吗？过来了，过来了。
他怎么这么慢呢、啊？之前不对的，之前挺快的他。哎，就这里，来跟过来了，跟过来了，跟过来了。等一下，钟楼是这里。等一下，钟楼，钟楼，钟楼。先不要管，哎，先不要管这里，就是进去先。修复计划，拿了再说呢。把这个道具装上去吧。弄这个齿轮，我们要拿到另外一个电路板、电路按钮一样的东西。来，快点！他不会跟过来吧？他不会进来这里吧？不要进来啊！他如果进来这里，我就尴尬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太大了，装不了。上去！他不会跟过来吧？不要啊！我没开枪，你不要跟过来啊！这里是一条路啊！他如果从这里跟过来，我就肯定必死的。小齿轮 ，OK， 放下去。大齿轮，好的转动。这也没什么东西，走，下去，把那个小齿轮安上去。游戏不会这么变态，设置这里都可以进来吧？他如果设置这里都可以进来，那我这里肯定必死的。好的，装上去了。那我这里装上去的话，应该没问题，可以拿到那个东西。这是一个钟楼嘛？这里是一个钟楼。嗯，啊，那个道具，你看左边那个道具。好的，啊，这个电路板，另外一个电路板。嗯。希望我不用为了这个写报告。希望我不用为了这个写报告。对，检查一下另外一个。对，电子零件。现在倒是很空了，你看。哦，过来了，过来。哎，这里几个僵尸不见了。我现在只能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是，哎，这个大厅有什么东西吗？哦哦，你看这个大门，刚刚我们开不了这个大门，在这里可以开，因为被反锁了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。我们直接只能往这边走，因为他跟过来了，没办法。你看这里被反锁了，这里可以开，哎，现在就可以开了。那这里怎么会是红色的？我已经东西已经拿了，难道这里还有东西吗？这里可能还有东西，但是先不管了啊，溜之大吉。其他地方都没有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有两个电子零件，我们要去那个监牢房那里，把那个门开了之后拿那个卡片，再然后再出去。嗯，到时候可能又会看到爱德华了。爱达瓦，对，爱达瓦。哎，地下室怎么出去了？啊，怎么去地下室来着？我都忘了，可恶！我在哪里出来的？可恶啊！我本来是走秘密通道下去的。哎呀！那个叫我在哪里来过？等一下，听这个声音不对，很近耶。那个声音越大声，说明它越近。现在都要去地下室，我记得地下室好像是从这里，是不是从这里？对，应该是从这里的，应该是这里。我记得我是从这边过来的，从这边过去。那僵尸还在？那僵尸不会还在吧？对，从这边。先不管。哎呀，吃包子吧！不行啊，我得把那个刀子拿回来。什么？刀子拿回来。哼，还有用的。哎呀，剩下一点点了，早知道不用了。哎呀，浪费子弹了哦。哎，这就尴尬。这里，下去。去地下室。子弹省着点用啊。
没杀子弹就尴尬了。往这边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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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对，这边，然后是，哦，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没拿，你看，药草、弹药之类的，犬舍，啊，这个枪威力真好，我不应该用这把枪的，这个枪的准确率还有威力多少都不要屌。啊，不能念咒。哎，那里有什么个梯子？等一下，这里，这梯子是我上来的。好像下面我还有地方没去。先不管，快点！这里，快点，去把那个门卡给拿上。这里，我道具应该带齐了吧？哦，带齐了。OK。可以啊，要把这个线路好像连起来了。这样。这里需要再换一下对吧？然后这样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可以。哦，我弄了半天。来，给我吧，少年。安息吧。这里有东西好像。对讲机。好吧，但这并不能解释关于孤儿院的那些传言。你不觉得保护伞也是赞助者之一，这未免太巧了吗？你明明说过这次采访是关于保护伞新设立的奖学金。得了吧，亚尼，没人关心那件事，他们想知道的是疾病。你从哪里听来的？还有市里那个臭气冲天的污水坑，顺便提一下，据说它直接通往你的地下实验室哦。所以省省吧，现在你到底是要现在采访地下实验室？臭女人，采访文字稿。车库钥匙卡就外面的，有了这个钥匙卡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去了。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个东西，备忘录。暴君，他们想消灭什么？这里没东西啊。那喷雾的话可以用，但是你看，我去刷嘛。来 ，Silent Home， 妈的 ，fuck。哎呀！你再给我闪光弹吧！为什么塞个闪光弹给他？我也不会。哎呀！不要！还好！好的，闪光。哎呀，不行！啊，注意了！不要！救命！出去外面。那个门虽然开了，不过不是走那里。那个门我要是真的走那里过去，我就尴尬了。原来这个家伙还会撞墙 啊！那么他一开始为什么要跟我一直走楼梯啊？这个傻屌。不觉得他会被我撞死，对，我不觉得他会被车撞死。Hello， 妹子，我都快厌烦了。美女，去哪里啊？又救你一命，第二次了。我真没发现你那么爱计较。听着，这可不是游戏。可恶，这下我就知道撞不死。这里什么东西都死不透。被炸了吧。但是他应该死不了。对，还有这个东西，希望你能解释这说的是什么。或许吧，我得先听一遍。
我们走吧。走吧走吧，我跟你走，我保护你，要不然就你保护我。走啊，我去开门，跟着他。哎，我忘了带钥匙了，后车厢的钥匙，等一下，后车厢的钥匙啊，后车厢应该可以开的，因为有一把钥匙是开后车厢的，应该是可以。哎，药材。哎，我喷雾被我用了。后车厢是不是这里？不对，不是这里。那走吧。他说的后车厢哪里？因为我那把钥匙是开后车厢。先不管，跟着他。现在的话，哇，我们终于出来外面了。哇，我这个在这个警局待这么久。你到底在调查什么？人都生锈了。调查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。罪魁祸首。那你呢？哎，不对，这些地方都是开不了。我答应过伯拉纳警长会找人来。哎，有坦克。这里有一辆坦克。跟着他走，跟着妹子走，安全，安全。他怎么这么大摇大摆呢？就没有僵尸攻击他吗？好奇怪。路不通，枪，看来枪械穿过那家枪械店了。路不通，管他的，反正跟着他的话，应该不会给我个剧情杀完，不会突然对吧？剧情蹦出去僵尸吧，不太觉得。开门，开门。哇，爱达王身材真好，真是一团乱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机械店，我就说这里是机械店嘛。那这个地方他在干嘛？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补充一下子弹吧。长枪管，霰弹枪的装备，变大了。长枪管应该是装备之后呢，可能射程会变长啊。自己想的，没试过那个距离啊。然后再看一下，好像，啊，好吧，蓝色了，所以说已经没东西。那么这一段，哎，我没有恶意。我说了，不许动。我都没动。请你可以把武器放下。信你才怪。把武器放下。转过身去，从哪来就回哪去。他女儿好像被感染了。对，他被感染了。你的女儿可能需要帮助，先生。不用你告诉我怎么照顾我女儿。把枪放下。不，等等。麻烦你让开。我们得赶在他变化前解决他。解决？他可是我亲生女儿。他女儿真的差不多了，他那样子看起来的。别插手了。艾玛，亲爱的，我都叫你别出来了。艾玛，爸爸在这呢，我陪着你。他有一只眼睛已经是纯白的。外面那些该死的怪物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你是警察，你总该知道些什么，怎么会出这种事的？我早知道，我是个新人呢、啊、你跟我说这个。他本是我们的小天使。妈妈睡着了，宝贝，知道吗？爸爸现在也要哄你睡觉了，好吗？艾玛，按照剧情的话，等一下应该亲手把他女儿送上西天。你们走吧，让我们两个独处一会儿。
跟你说，你不把真相告诉我就算了，还瞒着他。嗯，我一定要找出真相，不管幕后是谁都要阻止他，就是为了帮助这样的人，我才会成为一名警察的。我的任务是彻底瓦解保护伞公司，可能有去无回。只要能拯救这座城市，我不在乎。我以后就跟你混了，爱达娃。好吧，这里剧情倒是没有了，那么后面的应该是直接往这边走。你听过保护伞公司吗？其实这间制药公司在私下制造生物武器，他们有一种病毒，可以把人类转变成打不死的怪物。难怪我会遇到那些恐怖的东西。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，1998年就游戏里面的时间设定啊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，这就是我追查亚尼伯那个他是保护博士研究病毒研究了10年啊，1998年开始，不，1988年，然后现在1998年，刚好10年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我对这个剧情其实也不太熟，但我们现在只要跟着他就好了。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吧？你看，有个隧道，我前面有个隧道，寻找亚尼，下水道最合适。下水道，哎，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弄哎，你看，客气。我那个胶卷，还有那个，我这个胶卷，还有那个没有去洗，还有一些，还有那个钥匙啊，那钥匙是哪里的啊？那钥匙好像是地下室的。那钥匙我好像可以拿到一些道具吧，忘了。我站在他旁边来。我受伤了，好像，等一下把这药吃了。完全恢复生命，你看，黄色叫黄色，可以完全恢复生命。好吧，那么我们本期的这个《生化危机2重置版》就先玩到这里啊。那么后面的话，应该就其他的剧情了。我终于不用在那警察局里面待了哈。